唔到啦，美國自己都搞唔到啦，你睇下態度啦，大家要睇下耶倫去嗰時，耶倫直情去中國求中國啦，都未搞清楚中國咩回事，有得求嗰啲而家中國真係，唉、哎，我都係頂唔順啊嗰啲真係。離譜嘅，嗱，即係今日已經講咗會面嗰時講咗話又唔脱歐啊，又話中國中美關係幾乜乜乜啊，依樣嗰樣講咗好多嘅今日。我而家睇咗即係睇一部分都未睇，未得閒睇曬啊。嗯。但係去到咧，好似即係耶倫去到好似前邊幾年冇嘢發生咁啊，好似前邊疫情全部冇啊嘛。冇發生過啊。係啊，又好戇居啦，國會又吹緊啦。即是拜登政府应承了追疫情的。是啊是啊。死都是这样啊。即是不要说我什么我早知道啦，我即开始说要追好犀利，我不会追的。因为不会追。是啊。你明白他们那个行即是 behavior， 你对他们的 behavior， 即是你不是讲法律不是讲什么，他们的个 behavior， 佢哋嘅行为啊，有历史喺度。唉、哎，有历史都睇得到啦，班友真系。所以呢啲人，唉，好多新闻啊，都系咁讲啦，出埋咗嗰有所有 Hunter Biden 啊嗰啲，吓嗰啲钱咁出嚟发，又出嚟，你大家走去睇，我放埋啲录像出嚟喺度，就即系总之出咗好多事啦，就唔系，仲有好多，唔系根本而家咧已经国会攞到嗰几条线啦。一路跟踪落去啊，一抽一抽啊，你冇办法想象，唔系讲紧千万啊，讲紧亿嘅数字嘅，全部系亿嘅美金啊，一抽一抽出嚟啊。系啊，而家国会攞到啲记录，即系根据国会嗰个监察委员会，佢就攞到系4000万啦，攞到4000万，攞唔到就有几多啊？所以琴日我放咗个录像，我带埋解释出去咧。就有一個人嘛，有一個原來華盛頓，我應該見過佢嘅，咁啊佢喺依邊又係以色列同美國雙重國籍嘅人嘅，咁佢話佢睇嗰個硬盤盤出嚟之前啊，佢就已經就問 FBI 話唔好喎、啊，好似拜登即係專門拜登家族就專門係揾咗人，即係有人喺 FBI 有個獨眼嘅一個高官、眼線，係啊，眼線，眼紅，我跟住佢去即係。賣情報俾中國，因為呢樣嗰樣，中國幾多錢，點樣俾嘅，通過邊個俾幾多錢，俾到去邊度，咁啲又全有曬喎。啊，誰知 FBI 揾咗6个人去歐洲同佢傾啊，傾完之後咧，而家要突然間反過嚟拉佢喎，佢又走咗。結果上次咪即係國會揾佢作證嘅，今日就唔見咗就係佢啦，嗰證人。FBI 直情要拉佢，哦，即系揞口啊，揞住佢唔俾佢讲嘢。唔系喺佢出去旅游，佢平时住喺以色列嘅。哦，犹太人。以色列右派政府而家嘛，以色列就肯定唔合作啦。咁啊，保住佢度假喺嗰、那个喺塞浦路斯啊，塞浦路斯系美国有，咁啊，佢喺塞浦路斯拉咗佢翻嚟，咁啊叫佢 post bail， 咁啊佢保釋出嚟咧，佢走咗 ，jump bail 走咗，而家係匿咗唔知喺邊嘅地方。咁啊走，即係咁啊，國會揾唔到佢作證咯。咁咧就國會呢個委員會主席就係證人唔見咗。結果咧啲左翼媒體話就笑啊，話證人有得唔見嘅，你咁啊證人國會你做乜乜乜成？結果而家呢個證人咧自己錄翻個頓像出嚟啊，講呢段歷史啊。琴日《紐約郵報》登咗出嚟，連埋錄像，有埋人，有埋所有。呢啲嘢查咁啊，而且仲牵涉到边个咧？牵涉到原来呢、這个即系 CIA 嘅头啊 ，Woolsey 嗰个头咧，啱系党委会嘅成员嚟嘅。边个啊？James Woolsey。Woolsey， 党委会嘅成员嚟嘅，佢但系原来系佢嘅顾问咁啊。唉，总之牵涉到一堆嘢啦，大家去睇真系 Woolsey 咧咁。咁我哋都識得噶嘛，所以一齊開會，老頭子咧就頭腦都唔係咁清醒噶啦。即係老老實實講嗰時，我同佢傾咧，我問佢啲問題咧，就即係前言不搭後語，我費事採訪。但係咧，小華，我話俾你聽，去得 Cyprus， 阿塞浦路斯去老人啊，即係阿老人，即係差唔多好似阿桂文海嗰啲咁啊，就好大件事噶啦。
而且咧讲紧嘅银码，小华唔系千万数字，我不嬲都知道系以亿嚟计嘅。呢个里边嘅利益啊、输送啊，同埋个网络啊 ，Clinton、Kerry 啊、奥巴马全部有份嘅，我话俾你听，呢个网络不得了啊！呢个佢哋喺度喺收中国嘅钱啊，佢根本就系中国真系，你真系共产党真系犀利，一路搞掂晒啲白宫，唉，冇眼睇。嗰啲报道嘅全就系你要边嘅电影边教父咧，你都编唔出嚟嘅。咁随之仲有咩咁嘅证人乜嘢出晒嚟？主流媒体包括 Fox News 冇人报道啊，冇人报道啊。纽约邮报咪原来系最初将 Hunter Biden 嗰个案揭出嚟嘅。咁啊，琴日咧呢个系嗰个报嗰个记者咧，佢系已经同佢就系、是。那個 Miranda Devine 佢係最先佢報 Hunter Biden 嘅，又我俾人問咗嘛。而家佢跟咗幾年嘅呢個案，佢又跟翻出嚟揾到呢啲人出嚟報咗好多噶啦。咁結果報出嚟咁實錘，有埋錄像證據咁實錘咧。啊，主流媒體一隻字都唔講喎，所以我見到一隻字唔講，我嬲得滯咧。咁啊，琴日有嗰個Megyn Kelly 啊，頭腦清楚啊嘛，好清醒啊。佢讲咧，咁我将佢讲嗰解释嗰段故仔啊，就嗱，故仔中有好多有咁有趣啲细节，你嘅细节就到，即系当时佢2019年4月份咧，话拜登话要选总统，佢又向 FBI 报告话唔系，佢哋系同中国真系俾中国军方俾钱搞掂咗，系边个人咧？系叶简明佢哋公司嘅顾问嚟噶，佢自己参与落去嘅，系咁咧，佢参与落去咧。即係做埋曬，即係佢自己有份，佢所以佢知道內情，佢有埋人，有埋名，有埋姓。結果咧，佢同 FBI 講完六個探員啦 ，FBI 4個探員，再加2個南區法官嘅檢察官，6個人走去報到蔡宇同佢傾喎。傾完後屘翻嚟咧，就到咩地步咧？就其中有一個探員啊，就係喺 Baltimore 去嘅，管埋 Daniel， 佢就負責。处理 Hunter Biden 嗰个硬盘嘅探员啦，系，哇！所有一抽一愣，全部抽埋起身，即系最后发现 FBI 都即系帮助去掩盖拜登家族呢啲犯罪事实嘅，一共大概10个人到高层啊，即系咁。小夏，我睇今次国会啊，有真系有机会改组 FBI， 你咁差唔多单单嘢都系佢搞嘅。媒体干扰媒体啊，单单嘢佢直情佢系佢即系老实讲，美国嘅民主啊，俾佢骑劫咗，佢决定边个做总统咁滞啊，真噶。决定咗总统，即系就系讲佢决定嗰度，就系得10个人左右喺高层喺度做决定。啊，呢啲人真系呢啲嘢应该被拉嘅，真系。所以咧就唔系，同埋成个 FBI 一定要改到第七，系咪7楼啊？7楼佢哋管理层啊，嗰、那个7楼一定要取消咗佢。啊，唔系，佢哋话，佢哋话国务院都有参与嘅。唉，国务院就唔使讲啦，工作咗咁多年，我知啦。但系 anyway， 所以呢个中间咧，如果睇，我会好跟得好贴咯。我日日都跟，会跟。马小霞啲料真系一流，我睇少咗一日啫。佢而家讲啲嘢，我差唔多都唔知嘅。一日你要发生几多嘢？佢阿小霞差唔多可以讲，即系出边公布咗1个钟头内，佢一定知噶啦。然后佢摆喺 Patreon 嗰度，你哋唔捐唔做呢、这个唔月嗰、那个，你自己嘥咗，即系嗰啲时间嗰、那个 timing 啊，嗰啲报社都唔够佢快。Bird SA 而家做埋中文喎，讲埋俾你听喎，语音喎，即系新，佢哋叫新闻控啊。我日日都即系订阅嗰啲乒铃乓啷，我一个乒咧睇一眼唔啱，立即走翻嚟掟低所有嘢，走翻嚟做呢个事。即系以前唔系，佢对个新闻嗰种敏感度，因为佢以前做记者噶嘛。咁你变咗咧，佢一有嘢发生，即刻好似扑到佢啊！即系嗰种咁嘅精神系扑到佢啊，唔系话诶我等坐喺度等到咩啦？佢扑到佢就一攞出嚟。咁而家有呢个新科技揿几个掣，我哋就睇到啊！呢、这个就是价值啊！呢、这个价值你话俾你听，哎呀，香港嗰啲报社就唔好讲啦。即系你嗰个时间，嗰种紧迫迫性，系不得了啊！呢个正系呢个价值啊！其实你话 breaking news 呢啲就系 breaking news 啊。系，唔系阿华，你翻去睇嗰单案啦。
直情你话买咗呢个好不得了，真系哇！将来我估将来好多电影同埋书写呢啲嘢，真系直情真都冇咁真啊，真都冇咁真。警匪片加政治片一齐喺里头啊！我边有咁嘅？你出嚟嘅？你我编你求其编埋，即系你谂下你编啦，一个要选总统嘅人，已经做过副总统，成班人咧拉埋，即系将政府部门咧黑社会去揿咗其他部分人，咁中间又有间谍参与，有收咁多钱，外国政府干预所有啲嘢。你如果而家即系你求其任你编啦。我就未见过边得咁正确香港有参与啊，实际香啊，实际呢单嘢，董建华好深嘅，我哋清楚，董建华踩得好深，嗰两个嚟帮佢，帮阿简明手嘅，全部都系佢嘅手下。你讲何志平啊喺度，何志平我哋仲有一个拉咗好多，仲有个姓一个老怀安啊，又系。董建华啲人嚟嘅，又系死咗添啊！嗰条友无辜辜中风死咗，唔知真定假。问呢个人咧，就同何志平有关系。佢话何志平嗰单案咧，就上庭嗰时啊，叫定啊，唔准提拜登嘅名啊。何志平，佢即系喺何志平审案嗰时，就好多嘢唔放出嚟。其实如果何志平嗰单，你谂几耐啦？嗰时2016、2017年嗰时啦。如果何志平嗰单案真系审落去咧，拜登成家族啲嘢都要出嚟噶，就都咁，就有埋啊！我真系觉得好奇，独眼龙边个 FBI 嘅独眼龙去同中国，即系同拜登家族通水咧？其实而家讲嚟讲去咧，佢哋揾到一个独眼咧，就系嗰个 Louis Free， 就以前 FBI 嘅头啊，佢系独眼噶嘛。但系有冇其他独眼咧？如果唔知道的，精彩精彩精彩！唔系，真系真系呢场，我而家到明年竞选啦，哇，爆到云啦，吓、啊、爆到云啦，哇，不得，我都唔明佢点样竞，点样选啊，拜登，我真系唔明佢点样选，你孭住咁多包袱，你点选啊？而家，我哋今日留翻啲，下次讲太多，不过日日发生嗰啲根本讲唔完，一日发生嘅事真系讲唔完。不过大家睇真系间谍小说嚟嘅，跟仲精彩，精彩，精彩，精彩。Okay.好啊，我下次摆翻你嗰个 QR code 上去。唔好意思，今日因为我哋嗰度呢排啲香港议会啲事咧，尽量推多啲人睇我哋啲文件。你梗系啦，梗系啦，好啦。好，各位，多谢多谢多谢。我要上路啊，去 LA 啊，又有网聚。OK， 好，拜拜拜拜。